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牛轧糖。准备的材料有200克的棉花糖、80克的奶粉、40克的奶油、50克的蔓越莓干、1/8小匙的盐，还有160克的坚果。把奶油放到锅子里，把它煮到融化。奶油融化后，棉花糖放进来，盐巴放进来，煮到棉花糖融化。棉花糖融化以后，把奶粉倒进来，把它拌均匀。炒到这样子均匀以后，把蔓越莓干、坚果倒进来，熄火，用余温把它拌均匀。放在锅子里面，等它这样子稍微凉了，把它拿出来。稍微压结实一点，放在容器内，先铺上烘焙纸把它压平。塑形完毕以后，放冰箱冰半一个小时。冰好了，就准备来切了。是不是好漂亮呢？好吃的牛轧糖就完成了。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